辆机器多少公里了？这辆机器91,000公里了，每年在外面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骑车恨摩罗摩摩，这次来骑车来湖南张家界，是来参加2024轰打机车嘉年华。在去年呢，本田在成都、彭州也举办过2023轰打机车嘉年华。今年的举办地点呢是在湖南的张家界。整个2024轰打机车嘉年华呢，一共会持续3天。今天呢是第一天，会在张家界武陵源景区的东门广场举办2024轰打全国骑行收官仪式。还有电音派对，明天呢有登顶天门山的骑行活动，后天呢是一个机车大巡游，会从张家界武陵源景区一直骑到天门山。能在张家界景区骑行啊，这个体验应该还是非常棒的啊，因为平时这些道路呢都是不对外开放的，只要和我一起去转转。现在在张家界武陵源景区的东门广场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摩友了，这边呢摆了一些轰达的一些用品的展示吧，有骑行服、头盔，还有各种的骑行装备。除了展示以外，也会进行销售，还有一些优惠活动。这是他们今年的全国骑行的一些活动的海报。上半年我也参加了他们成都店的 ADV 天地纵横之旅，骑本田的 ADV 车型去了剑门关，跑了3天，然后我是骑的我自己的XL750，这边也有一台 XL750。哎，我看这是哪儿过来的摩友啊？看一下车牌，湘地，只知道是湖南这边的，具体的不太清楚。这台飞酸就来得远了，辽 A 的，沈阳的。哎，还看见了2款的 CB500X，我也有一台2款的 CB500X，也是这个颜色，红黑的。我们看是哪儿来的呀？啊，湘 A 长沙的，来了非常多的摩友。这是金翼的正三轮，我觉得等我老了骑不动2轮的，可以搞一个3轮来骑。这台带一点粉红的金翼吧，应该贴了膜的，是位小姐姐的车。这边也有台 XL750 闪 A 西安的。在广场上还有试驾的区域，有新的搭载了电控离合器的650系列的车型的试驾，还有其他车型的试驾。金翼的正三轮还挺多的呀，哇，这个有意思哈。金翼带一个小拖挂，是一台老款的金翼，带拖挂的金翼我还是第一次见，我觉得这个适合我搬家式摩旅，这后面可以放好多好多东西啊。参加这种车友聚会呢，我觉得最好玩的一点就是在现场你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摩托车，还有一些改装过的车辆，非常棒。这边呢是主舞台，在舞台的下面呢一会儿还有长桌宴。刚才看见成都的队伍了，他们也是从成都骑过来的，有金翼和飞酸，还有一台 CB500X， 但主要是金翼，一共有20台车吧大概。这次活动金翼非常多，这个贴花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哎，这里还有2台 XL750， 这个 GSADV 的边包我也用过。这里还有一台火刃，本田公升级的旗舰跑车。活动要正式开始了，我们先进去吧，先找个位置坐下来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领导、现场所有的骑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好。笑顔を見て、本当にこのイベントが素晴らしいものだったなって実感してます。大家呢最远的骑行距离呢有数千公里，一次的从各地骑到张家界这里来，非常感谢啊大家对于自己的本田爱车的这种品质的信赖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证明了本田车的最高的品质，谢谢你们。本田呢一直努力的和我们全国的品牌经销商一起呢，向大家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最高的乐趣。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情的享受今天晚上，同时呢能够在张家界开心快乐。谢谢大家。轰打2024全国骑行活动今年一共举办了19场，上半年是 ADV 天地纵横之旅，骑士们开启冒险旅途，探索神秘西部，在5大 ADV 特色骑行线路中尽享冒险激情。下半年聚焦公益主题。
期，开展了一期公益之旅。骑士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，在山野间感受自由的同时传递温暖。我作为车主代表和摩友们一起分享的参加 ADV 天地纵横之旅的故事和收获，以及骑了20000多公里 XL750 的感受，和来自祖国各地的摩友们欢聚在张家界武陵源，一边吃着当地的长桌宴，一边欣赏精彩的演出，还有一轮又一轮的抽奖活动，大家都收获满满，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好了，今晚的活动快要结束了，明天上午呢，我们要骑摩托车去天门山，非常的期待。兄弟们，我们今天挑战天门山99道弯，出发！现在有点蒙蒙细雨吧。从武陵源到张家界市那边的这条路也是非常的漂亮，特别是快要到武陵源这边，你看，就前面那个峡谷，漂不漂亮？特别有点云雾的时候，更显得仙气飘飘。参加这种车队巡游呢，我觉得骑个大的巡航车是最爽的，因为一般大巡航车上面都有音响啊。这台金翼大哥就在放歌。好了，我们进入张家界城区了。我的正前方是张家界这边比较网红的一个建筑，叫72骑楼。72骑楼的夜景还是挺好看的。快要到天门山脚下了，山上一片雾气。我18号来的那一天天气还不错，雾快散开吧，不然啥也看不见。天门洞就在这个方向，因为那天我在这里拍过照，我那个云雾一散开就能看见了。下面就是天门山游客中心，现在车队已经到了天门山的山门停车场，车队呢在这里整队一下，然后呢开始向天门山进发。现在呢有点小雨，山上呢也全是雾，不知道游人上了山之后是什么个情况呀。现在就希望山上不要下雨。好了，开始进入景区道路。来，这算是第一个弯，天门山99道弯。路还是比较滑的，过弯还是要慢一点，因为它这个路平时是没有社会车辆的嘛，所以路面是没有经常压，很多地方是比较滑的。起来天门山基本上都是通过索道上山啊。第一个算是非常大的急弯吧，喂，那个车过不了，这个车转向角度没那么大。马上要进入云雾区了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航拍很漂亮。这个角度还是挺好看的。进入雾里面了，大雾弥漫，马上又是一个往右的回头弯，回到上面去，索道中上。今天上天门山的游客应该也啥也看不见吧。这边有点小修路，现在停车休息一下，全是雾，啥也看不见。本来这些位置风景是非常漂亮的，可惜啥也看不见，啥也没有。好，准备继续往山顶进发，还有2.6公里。现在雾更大了，只能看见前面的一台车。哎，天空有点泛亮了，泛白了，这里有个隧道。导航显示还有100米。哦，对，到了，我听见那个导游的声音了，上面应该带团的导游。好了，到天门山洞下面那个大的停车区了。今天来看天门山的游客也是有点运气不太好，我们成为他们的义警了。游客还是非常多的。好了，车队已经到天门洞了，天门洞就在我后面，看见了吗？大家
今天来上山的游客们也啥也看不见，对，我们现在成了他们的景了，他们都在和摩托车拍照。今天有点小遗憾，天公不作美，啥也看不见，难得有机会能骑摩托车上天门山哈。本来在下面是非常壮丽的景色，白茫茫一片，然后后面就是天门洞，也啥也看不见，大家都用我们的摩托车作为背景来拍照，也是他们的旅游项目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从这个通天大道上来的，一路上来，这个就是天门洞前广场，我们在这里，上面就是走楼梯上去，或者是有电动的扶梯也可以上去。山上还有很多的景点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就下次再找机会了。好了，今天是2024 Honda 机车嘉年华的最后一天了。今天的活动呢，也是这次的重头戏了。会和来参加本次活动的摩友们呢，有一个大巡游。这次巡游我们会去到张家界武陵源景区里面，再往天门山。武陵源景区的道路是没有对公共开放的，所以这次呢，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机会，可以到景区里面。好了，我们到巡游的集合地点了，武陵源景区的东大门广场。你看现在才8:16，已经来了这么多摩友了。现在还不到8:30，车友们已经来了很多人了。巡游是要快接近10点钟才正式出发嘛，但是一大早就已经来了很多很多的摩友了。今天的天气呢，还是有点不作美啊，现在云车很低，暂时还没有下雨，希望一会儿天气变得更好一些哈。看来大家参与这样的巡游，热情是非常高的。哎，我还看见一台贵 A 的 XF750，的车友是非常多的。哎，这位大哥回来了。哎，大哥你好，刚才我过来看见一台和我同款的XF750，就是这位大哥的，我看号牌是广西南宁的。我是广东的，我直接在广西买，直接上广西牌而已。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呢？5月份。我也骑XF750，应该算是第一批吧。是，应该是第一批。以前骑什么车，大哥？以前好多车都骑过了，本田的CN1100啊，本田以旧款的CB400啊，还有那太子巡航车250那种的都骑过了。那这台XF750是第一台本田的 ADV 车型。是是是，当时为什么选择这台车？我这只是旅游，经过南宁的车店的时候，他就说有这款车进去试驾，我直接就定了吧。为什么会选择它？这种车适合我去远方啊。第一，它比较轻巧。轻巧。然后呢，动力又够，品质可靠。出来玩的车品质必须可靠。在半路上很麻烦的。我那台XF750是5月份提的车，我现在已经跑了20000多公里了，也是一点问题没有。你那车现在骑了多少公里了？13000多公里了。那骑的比较多啊，去过哪些地方了？骑这台车？我这个贵州啊、云南啊，经常在广西附近走了。第一次骑摩托车来张家界。这次来是从广东过来的。直接从广东过来的。这个活动完了之后呢？直接开车往广西啊、贵州那边走、还要转一转。那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到家呀？不预计这问题的。那说明大哥是已经自由了是吧？是内退了。时间自由啊，自己退自己了。这台车呢，到目前为止就是有没有不太满意的点呢？就是我身材矮了一点，那脚不怎么够长。那可以换一个810的坐垫。这次是第一次参加本田的这种大型的活动吗？对对对。好，谢谢林哥，谢谢林哥。没事。刚才还有点意思啊，因为我刚才看见一台贵 A 的XF750，以为是南宁的朋友，结果车主是一位广东的朋友，今年5月份骑 CM1100出去摩旅，正好路过南宁去试驾一下 XF750，然后就觉得很喜欢，就在南宁买了 XF750，然后当时是上的南宁的号牌。这台他也是从广东骑过来。这边是浙江的号牌浙 C， 来自浙江的朋友们，这边也全是金翼。哎，看车牌是川渝成都的，这不是豹哥吗？豹哥，又看见你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镜头切换一下。
这次你也是骑车过来的？对对对，上一次见你还是去年吧？差不多一年了。这次你们有多少朋友一起来呀？我们成都这边俱乐部有20多个车，这次来基本上武汉都是精益。差不多都是精益，有个别的其他车。觉得这个活动感受怎么样？哎，不错不错，很好。这武陵源这边的环境也真的很漂亮。嗯，就是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天气不是很好，这两天。你是第一次在一个现场看见这么多本田的车吗？第一次，因为去年的有一个成都的本田的那个音乐节，我不在成都当时。哦，对，去年在成都彭城搞了一次 Honda 的机车嘉年华，也是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摩友。你们一路骑过来，路上的风景怎么样？很漂亮。好，谢谢豹哥。那今天玩得开心啊！好好。这边是上海的精益车队，大哥一下能和你聊两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大哥，我看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啊？对对对，你不是骑过来的吗？啊，对，骑过来。对，我看你还有防水包这些啊，对对对，带了很多行李。以前参加过本田这样的大型的车友聚会？有时间基本上参加。这个算不算是参加过本田车主最多的一次？哦，这次我看见确实不少，很多的精益的车主啊。对对对，那这次一路过来感受怎么样？哦，可以，很好，心情很好。我们买了摩托车就想在外面开，又这么热闹，对不对？对于活动来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很不错，点个赞。或者更期待的是去武陵源景区的一个巡游，因为看着摩托车跑山路感觉特别舒服。而且今天的巡游呢是在景区里面，他们也是从来没有对公共开放过。啊，对对对，很不容易，难得那个机会嘛。这个前面就是 NC 七啊，经济之前是 NC 七五零啊，对对对。哦 ，NC 七五零叉那台车也是非常适合啊，对对对，长途我跑西藏、新疆都跑。这辆经济多少公里了？这辆经济91,000公里了。91,000公里，每年在外面玩。那平时是一个人出去还是和老婆一起？要么就是团队出去，要不就是带老婆。但是现在目前就带老婆比较多，人家都没有时间跑长途，我们退休了嘛。大哥今年多大了？我61年的，今年63，实足年龄。你看，所以说嘛，骑摩托车的朋友们就是精神好，脑子反应灵活，反应快，因为每天在锻炼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这个年龄驾驭不了那个车。刚才有个老师傅在旁边就是的，他比我小一岁，哇，他说你这个年龄驾驭这个车子。骑摩托车出来玩的话，是让人很开心的事啊。是是是，那肯定心情愉悦。我跟我老婆一讲，我讲我一上路心情就愉悦啊，跑长途，哎呦，心情快乐得不得了，一个晚上睡不着。我也是有共鸣嘛。我每次出来跑长途之前，头一天晚上基本上就睡不着，然后这里收拾一下，那里收拾一下，然后总觉得东西没拿完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很兴奋，有的时候可能睡得比较晚，但第二天一样的精神非常好。15年玩的车，以前没有接触过摩托车。就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喜欢玩摩托车？就是闲下来什么事情不做了嘛，那个时候就想到玩了。以前嘛在做一点小生意嘛，没有时间，闲下来嘛就想玩玩东西嘛，哎，玩上摩托了。那希望你今天玩得开心啊！好，谢谢。还有是骑车最安全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大家注意安全。好好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好，玩得开心。好，和上海的一位精益大哥聊了一下哈，大哥61年的，现在都63了，他那台精益都已经骑了90,000多公里了，也是全国摩旅啊，非常的开心。来自全球的机车，我们的发烧友们，来自所有的世界各地的我们的机车勇士们。大家上午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张家仙界，我是主持人李瑞，我是村长，欢迎大家。可能有些人平常在工作当中会有压力，会有焦虑，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出来骑车吧。可能此时此刻你的心中充满喜悦，充满着快乐，那就让我们尽情的释放出来，表达出来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谢谢亲爱的朋友们，张家界的仙境风靡全世界。此时此刻呢，有来自我们的祖国，来自 America， 来自 Italy， 来自 Japan， 来自我们的 Korea 的1000多位骑士，已经相聚在了我们张家界武陵源标志门广场。前进张家界，机车大巡游，发展。好的，在这里呢，非常感谢央视网所有关注今天活动的朋友们。我们要正式进入武陵源景区了。好，正式进入景区的公路。
进入一个隧道。巡游线路呢，今天都是做了交通管制的，对象是没有车的，整个道路都可以骑行。风景开始来了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叫十里画廊，哇，这是个景点。哇，漂亮，笔直的石峰。今天还不错，到现在还没下雨。现在这段路是在森林里面。好，这里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出武陵源景区了。这里我昨天骑车来过，这里叫龙尾村，这里有很多的民宿啊，风景也是很漂亮的。这就算我是提前来踩过点的。这条路也是非常漂亮，而且这里盛产茶叶啊。这里有个观景台，昨天没在这里停留，今天有很多车友在这里。快要进入城区了，这条路这两天我都跑了好几次了，已经比较熟了。前面是张家界西高铁站，任贤齐。任贤齐这几天在张家界这边有活动，所以正好他也来看一看。好，顺利抵达，你看都已经到了多少车了。张家界这边交警用车是本田的 CB400X。 好了，大巡游圆满结束。大巡游的结束呢，也代表着这次2024 Honda 机车嘉年华所有活动也就圆满落幕了。那我们期待明年继续来参加 Honda 机车嘉年华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次 vlog 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分享加关注，谢谢大家。